为了推广休耕产业的观光旅游，玻璃顶一间观光休耕农场规划假日办休耕体验的套装行程，尤其在农场内底有国内唯一现版的鹿角灵芝，以及多款的鹿角灵芝的商品。除了高清楚体验办休耕的趣味，也佮有各类火锅的美食套餐。另外配合旧历春节，农场推出消费满千抽红包的活动，内容是丰富多款又佮趣味。玻璃顶这间高瑞观光农场，精心规划采购套装行程，有专人介绍农场的香菇栽种的生态，安排民众亲手来挽鹿角灵芝、猴头菇，吸引真侪民众亲自来体验。那农场其实呢有开放很多菇，让小朋友来这边可以体验采收。那你现在看到这一区是什么？鹿角灵芝，对，是鹿角灵芝哦。你看长这么长鹿角灵芝，大概种的大概4到6个月。可以摸摸看哦，摸起来是什么感觉？它除了可以回家入菜以外，还可以当成保健食品哦，所以吃的对身体健康非常好。那你现在看到这个圆圆毛毛的是我们的猴头菇，那你可以摸摸看，有没有摸起来毛毛的感觉？有哈，有 ，OK， 有哈。所以这个毛毛的是它的菌法。那一般你观察这两个是哪一个毛比较长？来到这个所在参观，平时较少看到的菇类，特别是国内唯一生产的鹿角灵芝。而且还可以试饮鹿角灵芝的好滋味，还有多元的香菇灵芝产品。这个回去就煮茶或是炖鸡汤可以用。那如果要更方便的话，我们还有把它做成呢一系列的灵芝保健食品。所以我们的过年的话，我们其实都有推出一系列的灵芝跟菇类的礼盒。那像这个也都是我们灵芝的礼盒的部分。那现场其实都会有优惠的活动，是过年这一段期间。民众亲自除了假日体验万古的趣味以外，农历春节期间，农场推出消费满千抽红包的活动，奖品非常的丰富。那我们过年期间都有开放哦，初一到初五的话，都欢迎大家来这边玩。那这边的话，园区开放各种菇类，可以让游客来这边采收以外呢，我们还有一系列的套装行程。那过年期间的话呢，我们都有满千抽红包的活动哦。那通通都有奖，里面会有我们的商品折扣券啊、采菇体验，还有一些套装行程的优惠哦。那我们过年期间呢，中午都有菇类火锅，那里面有菇盘、肉盘、菜盘，那自己采收的菇呢，也都可以直接放进去煮，那非常的好吃哦，欢迎大家一起来玩。为了要提供亲子新春旅游的好去处，农场精心规划套装行程，内容丰富多元，搁趣味，绝对袂予你白来一抓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